你们好，我们今天要做橘子和柠檬汁，先要去拿橘子。好。这边的大，要大一点的吧？嗯，有。好的。这个好。好的，你几个？三个。嗯。这个太轻了，那个橘子多的地方的。No, 这里橘子少，这里橘子多，这样它的汁会炖坏了。这样。那我知道。要不你可以拿一个。嗯。要把它。你这手要扶着这。呵，好棒！这里太多了，这里。再去拿柠檬。嗯，多的地方，从这个地方多，哎，这个可以。没关系，还在继续的。绿猫来了。哦，咪奴，咪奴，进来，我们给它准备吃。进来，进来。绿猫了。那可能时间长了，要换新的。哪个是绿猫？这个是这个的。我先洗一下。哎，你要专心工作，别跑到一边去吗？所以要把橘子切成两个，我不会用刀，所以要妈妈帮我去放水。好，挤到这个里面，然后待会再放水。要放到这样。太大了，我今天刚刚学会怎么用。太棒了！好，我给你一个，然后拿一个叉子挖出来。然后放到垃圾里面。把好倒到这个里面。第二个，对，就塞到里面。哦，小心，在这儿开始。好了，嗯，正好。来，再帮你切小一点。我来帮你切。这个好像是柠檬，够了吧？这个是 OK， 真不要放。好，先放。No， 在这儿。够。
太酸了。这个柠檬有这么多水。等我拿一个筛子再重新挤一下。这个太滑溜了。扔掉，扔掉，扔掉。我有一个办法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还要放这个吗？OK。好的。哦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你把它切小一块，这样可以。啊，对，这个留起来。哦，对。切漂亮一点的哈。能不用切两下好看，哪个好看要哪个。小心别让它再掉下去。好了，好，这个不需要了。现在需要什么？现在要涮涮手，涮涮手，把手洗洗，要不然手太酸了。用针去用。手太酸了。这个是用的吗？没有，是新的，专门用来这个。